碰撞之后摇晃，但最后还是稳住。看起来今天这就是钱肯尼的功课。卡拉曼的切入也来个 N1， 哇，连续两波台新梦想家都有拿三分的机会。那温德的上篮也没有问题，但真的就是 go back 所影响到。好，这个球在后场就压迫林书豪，让他发生失误，卡拉曼的暴扣。哦，没错，在这边一开始钱肯尼给的压力也蛮够的哦。今天看起来目前为止在先发的阵容对位，就是会给人家感觉有一点不是那么的稳定哦。但是已经慢慢开始有一些火候出现，感觉有受到书豪的启发。卡拉曼 for three， 特别的点就是两边的洋将现在都没有任何人主宰战局，反正都是本土球员在主宰战局。聊大 B 这一关，对，今天真的在篮底下温德可能真的不会有太好的机会了。掩护中林俊杰抓进一个三分球，赶快来止血啊！真的还好拿下两分。阿吉回马枪给卡拉曼，三分球投中，及时的回神都。